What's this called? I don't know. Is it like a sort of like a red pancake? Oh, 欸对，咸的 pancake。有点像咸的 pancake。可是它皮是软的，就是咸的 pancake。现在我要去买那个蟹肉棒，现在吗？嗯，走，来 ，Follow me， Let's go。哦，然后他就现在烤，现在也是有点。哎，还可以放粉的哦，你要有三种哦，还有酱。走过来，优雅一点，优雅一点。The street has so many taxis driving around. We're gonna take some pictures and then we're gonna go and have some dinner. Dinner time. You can see the dumplings. Dumplings. What's the name of these dishes? 天津饭，这个是拉面，天津拉面。我可以把它拆开来看吗？我想要看里面什么。我没看啊。Rice. It's rice. Just rice. 没有放面汤。没有嘞。那等下先送来给他。I'm not spoon. 你先吃啊。这才是我想。也吃了吗？饺子先吃吧，饺子烧烧吃才好吃。嗯。在哪里？就是我们在日本的这几天
我们在日本第三天。第四天。我们今天去了蓝山，然后搭了蓝山小火车，然后我们穿着和服去 Bamboo Forest。怎么突然间英文？因为我不知道那个中文叫什么。然后我们来去哪里？他们带上他来这里啊，然后去八坂神社，然后去八坂神社，还有那个那边就是剧院。那请问 Daisy， 那个你今天穿了一整天的和服，你的感想是什么？就是走路蛮困难的，好热，然后很热，这样比较热。那没想呢？你觉得穿和服怎么样？好热，身体体验。Very very hot。应该穿薄一点的吧？有的选吗？有啊，多一点就多一点啊。嗯、下，那你们下次如果还让你们穿，会蛮好看吗？要啊，穿浴衣吗？我要跟我男朋友一起。我要跟我男朋友一起。跟男朋友一起。我跟你讲，你下次还会再穿吗？他要跟女朋友一起。妹妹跟女朋友一起哦。哦。你们一起 OK 吗 ，Brandon？ OK。OK。然后明天我们要去，明天我们要离开京都，我们要去奈良，然后去大阪。嗯，就这样，我们要吃晚餐了，拜拜。拜拜。I will try and see if these are being joyful. 是 it better than joyful? How do you think? I think it's similar. Hmm? Similar. Similar score. So it means how delicious or not? Yeah. 它这个酱，要你们觉得蘸酱好？这个酱它有两种，一个是原味，然后另外一个是有柚子的。哦。对哦，柚子的饺子酱，好